电。回答是手机、电脑、平板都可以哦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。一、手机用户有画世界，手机的话最多推荐的话就是画世界的 Sketchbook 就比较适合新手，爱彼斯的话也工具齐全。手机的缺点就是不够大的，画世界的笔刷1000款都给你们打包好了。二、平板用户 Procreate 大家都熟悉的唯一的缺点就是要花钱。 Madeben Paint 的话是除了 Procreate 最好用的一款的，功能可以和 PS 媲美，Sketchbook 功能强大，界面用起来方便快捷，笔刷丰富哦。体贴的给你们准备好了 Procreate 的软件，还有9999款平板笔刷。三、电脑用户，大家都熟悉的强大的图片处理软件，绘图、修图、后期一把抓，做出各种特效。缺点就是占用的内存大哦，新手不友好。三、二超级好用的一款画画软件，内存小，对电脑配置要求低，界面简洁，容易上手。还有防抖动功能，新手绝对实用。最后一款是 CSP， 强调插画和漫画的小伙伴推荐这款软件。CSP 自带自身的网格、网点等漫画专用功能，做作图方面兼备了 Sai 和 PS 的优点于一身哦。很多大神都在用 ，UP 贴心的给你们准备了这三款软件的笔刷和安装教程哦。这是 PS 的 Sai 二的2000+笔刷。CSP 1000+笔刷展示 ，Dial Appropriate CSP 软件安装教程，同时赠送这四个软件哦。来吧，展示第一个是2022年的 PS 网盘，下载之后解压，点击打开 Setup， 缓冲一下，点击继续，这里就在安装了，注意不要放在 C 盘哦。就安装好了，这个是演示2022年 Sai 二。先找到 Sai 2的安装包，也是先解压哦，点击打开，按照下一步指示内置还有3000+的笔刷。好了，这样就安装好了，笔刷也演示一下吧。 Liberties do or die this year， 这个是 CST 中文版的哦。点击 Set Stop， 点击 Cancel， 点击 Next 取消下面的勾选，点击上面的勾选，选一个安装的地方哦，记得选择中文字体，点击下一步就安装好了。